茶水钱了，50只。 剑再动一下，你信不信我把这封信揉成碎末？ 不喜欢别人插手我的事。行了，见过咱们七月十五的新伙伴小五。信呢？既然成了伙伴，我也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别人拿着剑架在我脖子上，非常不喜欢。既然你是同伙，为什么说要毁掉信？ 我怀疑你不是同伙，你是奸细。我会告诉西门玉的，你不是还有舵主交代的事情要办吗？你该知道，加入七月十五杀手组织的头一条纪律是绝对服从。西门玉不让你。我知道他还不信任我，但这次我还是为了公道，对不对？这里你来收拾。
在想我吗？凤舞，是我，不是说了，今天要来找你吗？凤舞，你跟你爹说了吗？当然说了，可我爹说想先见见你，他说连未来儿媳妇长什么样都不清楚，怎么过来提亲？ 现在啊，是啊，我急呀，走吧，走啊！什么人？站住！ 小姐，你先行走了，同志都不要动。是。立住！备马，追！是。驾！凤舞，我爹的手下看到你把我带走了，一定大发雷霆，你不怕吗？放心，等他知道拐走女儿的是孔雀山庄少主邱凤舞。 开心还来不及呢，想想孔雀山庄在武林中的威名，你爹会不乐意吗？我柳行飞这么多心意，设下这个局，不正因为是孔雀山庄少主吗？哎，朝思早超生，大哥，一路走好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另外四封信应该已经落入七月15手中了。 该找谁来模仿笔记，再照写四番送出呢？驾，驾！不见了！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少爷一直没回来。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 出什么事？你惯坏的儿子，你会不清楚？就他那一肚子坏水，不去祸害别人就是万幸了，轮得到别人来害他吗？小的再去找。 少爷，你回来了吗？庄主找你。滚！
我为什么回自己的家还要躲躲藏藏的？你不想先整整装，再去见我爹吗？我是不是很乱，而且很难看啊？没有，在我眼里，你怎么看都美。难怪邓玉如会那么开心，你对她真好。这是老人家。 规矩多一些吧。我知道，给我一面铜镜整整装吧。跟我来。 劫走小姐的贼人骑的就是那匹马。孔雀山庄在武林中甚负众望。 不可鲁莽！是。宅子里的人都问过了，没人知道少爷去哪儿了。庄主，有人敲门。老奴先去开门。庄主，少庄主回来了。老赵。老爷。今晚我谁都不见，先收拾那个混小子再说。坐下。 这房间，这回我教训他，谁都不许插手。人呢？在房间。来了，别敲了，门都敲破了。哎，赵叔，叔，少爷。哎呦，少爷，你怎么又跑了？老爷这会儿正发脾气呢。他看不到我生气，看到我更是生气。先不管他了。不管？哎，好，那我先去应门。赵叔，开门这事用不着。 那我这事非你不可，跟我来！快走！来了又走，果然是做贼心虚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来人！有贼闯入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 少爷房外守着，再让他溜掉，我唯你是问。快去！怎么守啊？少爷这要走，谁挡得住啊？ 原来是邓总镖头，三年未见，我女儿呢？还我女儿！总镖头说什么？这么晚了，会谁找上门啊？怎么还打出？赵叔，快来！天大的事啊，有爹顶着，轮不到咱俩操心。正事要紧。什么正事？按照这封信上的笔迹内容，再写私分，我得尽快送出去。 少爷，什么都别说，成。沾不得呀，少爷，你干嘛要去碰北方镖局的事儿？哎，听说你老爱望小桃红呢？啊，这件事，你老婆还不知道吧？您怎么知道的呀？哼，这家里上上下下，谁的事我不知道？是。现在，你写了吧。 不是少爷，小桃红，我写。凤舞，外面有打斗声，是不是我爹来了？那不是很好吗？你爹，我爹，不打不相识吗？可是我怕他们打出什么误会来，不如我先去看看吧。玉茹。 你的脖颈真美，又白又细。胡说什么？不应于我。
让人忍不住想掐着。掐着。没事，少爷，您感冒了，声音这么沉。你生前不是跟我说过，这辈子跟我在一起是最快乐的吗？可我也跟你说过，人要得到多少快乐。少爷，您是跟我说话吗？大钟，哎，庄主，开门。庄主，你还是让少爷出来说话吧。你说什么？真带了个姑娘回来。女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爹，女儿，你告诉我，那个混账小子在哪儿？别非打得他皮开肉绽不可！告诉我。不，爹，他说过他会娶我的，他说过他一定会娶我的。奇怪，女儿死了，姓邓的怎么会没有动静？来人，慢！邱天明，事情还没解决。放心，令爱出了如此大事，邱某绝不会推责护短。派人在庄里宅外仔细搜索，看到少庄主立刻抓他回来。是。你们两个仔细搜，看到少爷立刻回报。是。教叔，你这一手仿真技的绝活总算派上用场了。现在呢，你算是共犯了吧？我如果让我爹知道了，包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少爷，您可是邱家的独苗啊。少爷，少爷。所以啊，我更要证明给我爹看，我是有本事的，对吧，教叔？可是什么？你对我没信心吗？少爷，小桃红是吧？你放心，你不说，我也不会说，这点义气我还是有的。喂，怎么让他给发现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，是又如何？舵主叫你来的，你说呢？还没打够，今天可没高丽帮你了。
行什么任务？难道青龙会已经盯上虎穴山庄？少庄主，怎么了？三更半夜家里失火了吗？少庄主，属下奉了庄主之命，正要去找您呢。嗯，那还不赶快去找？您不是回来了吗？嗯，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谁看到我回来了？属下要是找不到您，庄主他不过就发顿脾气骂个人，皮不疼肉不痒的，你怕什么？可是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回的赌债是你欠我四两，你欠我九两，还有你欠的更多。那是您出老千，你也可以出老千呢。难道你们想还钱了？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找人去啊！是。邱天明和邓定侯那两张老脸，宝贝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邓定侯只怕没心情再去管北方联盟的事儿。为什么偏要扯上孔雀山庄？还有我假扮孔雀山庄少主，找了邓定侯的女儿。孔雀山庄威震江湖，邓定侯在北方镖局又是一言九鼎。让两家撕破脸，再血拼一场，青龙会有战而胜。可惜了邓夫人，那么如花似玉的一个姑娘。进来。人呢？庄里人在附近找了大半夜，还是没有少主的下落。邱天明，邓总镖局，你给我看清楚了。玉如要是有任何闪失，邓宝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与你孔雀山庄周旋到底。告辞。总镖头，总镖头，总镖头，邓姑娘说，她要去找凤舞问清楚，万一凤舞不要她，她就去死。大钟。庄主，天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派出庄里所有的人手，天涯海角也得把少爷给我找回来。是。那万一少爷不肯回来呢？威胁拐骗、强绑架毒，总之把人给我找回来。知道了。您说的法子都是少爷的强项，我怎么玩得过他呀？慢着。这件事一定要守口如瓶，绝不许让江湖中人知道。明白。快去吧。是。你别乱发脾气，这事儿未必全怪凤舞的。你还要袒护他？这件事一旦处理不当，孔雀山庄三百年的基业，只怕要毁在他的手上了。刘姑娘，是我，大钟。你迟到了。孔雀山庄从昨晚乱到现在，属下连眼睛都没有合过。邱凤舞还没有回去吗？刘姑娘知道他失踪了吗？尽快找到他。哎，您也要找少爷？
不找到他，我怎么嫁给他？嫁给少爷。只有嫁给他，我才能拿到孔雀翎。有道理。不过，那个邓玉如不是也要嫁给少爷吗？哎，刘姑娘！哎，刘姑娘！邓定侯急着找女儿去。邓总，不要走！阁下何人？总镖头，孔雀山庄邱庄主命在下赶来，请总镖头回府多盘桓几日。不孝子对我女儿。对我女儿做下如此禽兽不如的事，他有脸请我回去？他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主要确认一下你的任务完成没有。看样子，邓定侯伤透了心。看来舵主还是不信任我。小心点，没错。所以，昨天要派小五跟踪我。小五跟踪你？这我可不知道。客官慢走啊。哦。终于把镇远镖局的五封信都送出来了。少庄主，你跟着我一个晚上，不累啊？真是秋风舞。哎，你也在啊？回答我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而且不想看见我，我就走啊！快，快，我还有话说呢。没事，你走吧。嗯，好。小子，要一壶茶水钱，用得了一天一夜吗？哎，我跑了一天一夜，腿都快跑断了，总得帮你多要一点吧。死小子，哎，我知道你忙，还帮你找了一个帮手来呢。上壶茶。哎，来了。马上。哎。招呼客人，快去快去快去！我呀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招呼客人。美女都走远了，还看？麻风真的被那个女的吓到了。臭小子，打碎的茶壶要你赔。我赔？刚才是他打碎的耶。哎呀，我认识他吗？我拿他当伙计了吗？赔钱。赔钱？等我回来。玉如，真的是你吗？
很想你。你在哪儿？既然来找我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云龙，你出来！昨天你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我也被自己吓到了。我觉得我自己被邪魔附了体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玉茹，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死了。玉茹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不会认为我真的舍得对你下毒手吧？玉茹。吃了什么？你会功夫？你让我服了毒！你是不是让我服了毒？我也不想这样的。你知道，我绝对舍不得害你的。可是昨天。昨天对我竟然做了那种事，我只希望你明媒正娶的将我迎进门呢。马峰肯定欠了他一笔风流债，我只好先毒死你，然后以身相许，祈求你我在黄泉路上再结姻缘。傻姑娘，我本来就是想娶你的呀。你当真？你先把解药给我，咱们这就回去见我爹，好不好？万一你脑子又空白了怎么办？你，不如我先回去，等你拿发财大轿迎我进门，等成了亲，拜了堂，我再把解药给你，这样与你无伤，与我也才放心。我这就回去，你快点来啊。这姑娘爱恨分明，柔中带刚，对付麻风绰绰有余。进去，小心！去杀了他们两个，快走！受伤了，我帮你啊。我当时没注意是他，原来他认得秋风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别动，你伤得很严重，必须要先清洗干净才能上药。你这个小无赖，有这么好心，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姑娘倒是挺坚强的，你额头上裂了这么大一个伤口，不觉得疼吗？哎，可惜姑娘识人不明，俗不非人啊。知道姑娘一定很伤心，可麻风他绝非善类。麻风，那是邱凤云的绰号还是坏？姑娘若再一心念着他，只怕以后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可是我已经失身于他。啊！小无赖还装好人。
我就是耍帅，难道公子愿意要我，我不指望他，难道还指望您吗？姑娘说什么？难道公子愿意要我，愿意娶我？姑娘，你说笑了。公子，姑娘，你伤口的血是止住了，不过要赶快进城看大夫，不然会留下伤疤的。公子，姑娘，你保重啊，我现在告辞了。公子，你别走啊。瞎子，五封信全都拦截回来了。镇远镖局的邓定侯一定想不到，他邀请百里长青联盟北方镖局的梦想会这么快毁在咱们7月15的手中。舵主，信被截了，他们还可以再写，难道他们写一次咱们就拦一次吗？交给麻风的任务完成了。是，邓定侯的女儿已经被麻风在孔雀山庄中解决了，而且邓定侯离开孔雀山庄以后的确是悲愤异常，掌上明珠受辱而死，你想邓定侯心思来管北方镖局联盟的事情了。金子怎么回事？被我点了穴。这小子碰上了熟人，竟想放对方一马，还好被我发现，否则只怕这会儿邓定侯已经得到消息了。解开你的穴道，并不是想听你解释。舵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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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了我，饶了我，舵主。舵主，舵主，舵主。再不跑可来不及了。我要他的左脚。我就要他的右脚，我就拿他的左手。右手。
了。